Hello，大家好，又到了这个每个礼拜的直播时间了。上礼拜呢，这个因为行程的安排啊，所以这个跑得比较晚。大家我不知道这个上礼拜有没有撑到快十点才看到我本人哦。那今天呢，一样要透过直播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跟我们所有市民好朋友，还有这个所有关心我们南投市的好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个为期将近两个礼拜的定期会哈，在今天这个落幕。那也感谢所有我们市民代表在这个定期会期间给我们提出非常多的这个建议，也给我们一些这个指导，还有或者是说也在透过总咨询跟我们讲提到说哪些地方可以改善的部分。当然我也要跟大家市民朋友报告这个好消息，这个我们先讲好消息好了，我们再来讲心得。这个好消息呢，我们通过了这个追加预算齁，主要这一次针对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众所期待的这个生育津贴齁。这个如果有关心我们的好朋友应该今天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脸书齁。这个从7月1号开始啊，这个每次我讲说从7月1号开始，就有很多好朋友就跟我说，这个可不可以6月开始，我媳妇才刚生，我的女儿才刚生怎么办，这个那没办法，我只能从7月开始齁。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从7月开始齁，生育津贴齁，南投市会提高到4万块，也就是呢我们每一胎齁，第一胎就有了，就是南投市的市民齁，我们市公所会补助3万块，然后县政府补贴1万块，所以南投市民可以拿到4万块。好，这个要跟大家讲齁，这个因为问题呢真的非常严重齁，所以我必须要再针对这个生育津贴齁特别提出来来跟大家报告齁。因为这个我最近齁常常跟大家讲分享两个数字齁，其实南投市呢过去一整年，就是说111年度齁，整个南投市的这个出生婴儿大概只有420个。420个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齁我们假设啦齁，以现在的这个班级规模齁，国小大家想象一下，国小齁一个班级30个，6个班级大概180个齁，那我们呢只要大概中大型的学校两间齁，大概400个小朋友齁，就是我们南投市整个南投市齁只需要两间国小就够了齁，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啦齁。当然这个接下来齁还有后续，这个我们人口少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劳动力人口也会下降齁，还有这个抚养长辈的情况齁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危机。当然这是全国性的一个问题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第一步呢先透过这个生育津贴的补助齁，这个每一胎加上县政府的这个补的经费齁，我们可以这个每一胎可以拿到4万块齁。那接下来当然这个我们年轻朋友大家都知道齁，这个他常常讲齁，这个生不起养不起齁，当然我们先透过这个生育津贴来帮忙大家是第一步。接下来呢第二步，当然我们的这个许淑华县长齁也针对这个零到二岁的这个叫什么托育中心，对，这也会来增加这个托育中心的部分齁。当然我们目前南投市呢有两个地方齁，当然名额还是非常少，大概将近只有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两个加起来大概50多位的小朋友齁。然后当然接下来呢两岁之后，因为我们这个公立的幼儿园齁是必须要满三岁才可以就读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会针对这个两岁的专班齁幼幼班齁来增加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我们南投市也积极在规划这个两岁专班小朋友的部分齁，就二到三岁还没满三岁前齁就可以来念这个幼幼班齁。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公所的力量齁来照顾我们的市民好朋友。当然这个如果都有持续在追踪我们线上的好朋友齁，就会看到这个叫什么，我们也积极在规划这个市立幼儿园齁，因为过去因为我们的建筑物改建的关系齁，所以我们接下来齁我们也会搬新家了，这个我们积极在规划讨论中齁。好，这个我们跟几个好朋友，哎呦，刚才是不是有几个？吴梦勋、邱松义、林怡琪，还有感谢林怡琪已经分享齁。
还有曾趣味、蔡运清，好，这个要拜托大家哈，这个分享按赞就会抽中精美礼品哦。这个最近我因为有时候要配合大家的这个上下班时间哦，所以我特别拜托我爸爸哈，因为我们家开照相馆了，特别拜托我爸爸来协助兑换哦，这样子可以避免哦，大家下班时间或者六日的时间哦，一样可以这个争取到我们家哦去兑换。这个我听我爸讲哦，这个大家兑换的非常踊跃哦，而且有时候可能有些好朋友他可能累积了好几个礼拜哦，再一次来兑换，而且家里呢有好几个好朋友哈、哦，爸爸妈妈、小孩哈、哦，这个哥哥姐姐哈、哦、弟弟妹妹都是我们收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哈、哦。好，这个再次感谢你们哈、哦，然后这个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脸书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从7月1号开始，然后这个新生儿的爸妈其中一个人涉及在南投市满一年齁，记得这个在小孩出生后三个月内要记得来申请。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代表会开会的心得齁，当然第一次当市长在定期会齁接受我们市民代表这个前辈们的总质询哦，真的是一开始非常紧张哦，怕这个哪里还做不好啊，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哦，这个非常也不能说紧张啦，这个叫做这个讲如履薄冰好像有点夸张哦，应该说这个战战兢兢啦，所以我们也在特别在代表会前哦。我也个人齁亲自拜访了所有我们18名的代表齁，来跟他们请教齁，有没有这半年期间将近半年的期间嘛齁，五个多月有没有什么地方齁我们可以再加强，或者是哪些曾经代表们给我们事工所提的建议然后我们还没做好的部分齁，所以也透过再一次的这个面对面齁来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当然也很感谢所有的这个市民代表齁在总质询期间齁，还有这个我们定期会期间齁，给我们公所每一位主管齁很宝贵的一个意见，当然有很多不管针对这个地方的建设也好，或者是我们说南投市未来的发展也好，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这个生育津贴，有很多代表非常关心这个进度跟补助的金额齁啊，当然这个也有针对我们公所的行政流程啊行政效率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齁啊，接下来当然我们不断的努力齁，就是希望提供更好的服务给民众齁，当然我这个也如同我这个一贯的这个做事风格齁，我也经常跟我们公所的同仁讲齁，其实我们在不管在接受市民代表的建议或者是民众的陈情齁，我们都要秉持的这个同理心齁，我们也想象一下齁，假设今天如果我们虽然在市公所服务齁，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去这个中央机关啊或者县政府做这个跟我们个人生活或者财产有关的一些申请齁，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承办齁给我们非常好的协助，或者甚至站在我们的角度来思考齁，所以这个当然有时候这个我们分层负责，有时候他们来申请不一定是我们市公所的这个权责范围，但是我一样要求我们的承办，我要求我们的科长必须，虽然不是我们公所承办的范围，但是必须要协助他们找到他们要去这个陈情或者找的单位跟这个承办，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站在公所第一线服务所有市民朋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还是再次感谢齁，所有我们代表会的前辈们齁在这一次总质询给我们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也会一项一项来落实齁啊，当然这个所有的部分齁我们也那个欢迎我们说市民朋友齁这个继续收看，也不能说收看，继续关注我们的脸书啦齁，我们在脸书里面齁有最新的消息都会来跟大家报告，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直播啊，当然最近齁这个遇到很多阿公阿嬷齁都有跟我讲齁，他们有在电视上齁看到阿公就这样齁，这个阿公阿嬷有时候这个我们搞这直播影片齁看看电视台的时阵齁一看到这直播齁，伊讲啊这哪里起定啦，拢讲国语我拢听无齁，
欸，所以我现在有当时一半届吼，伫这直播的时阵吼，嘛爱讲一些台语吼，无伊看真久吼，真想要看我到底在讲啥吼，啊，因为咱阁无放在字幕伫遮吼，所以变作伊在看的时阵吼，真正是人讲的这啊听雷哦，所以头拄啊这部分我阁用台语阁讲一遍吼，咱的这个诶生囡仔补助吼，为七月开始吼，七月一号开始。只要这老爸老母吼，这户籍伫咱其中一个吼，户籍伫咱南投市满一年吼，生一胎囡仔吼，就会补贴40,000元吼，啊40,000元当中吼，公所是30,000元，管付10,000元，所以生一个红孩仔伫南投市吼，就使摕到40,000元哦，诶，这吼是非常好管的补助吼。目前吼，我听起来就先讲台北市是40,000元吼，所以。爱甲大家即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讲，即非常的重要吼。啊，我头拄讲到一半吼，咱旧年吼，旧年通提一年哦，一年规个南投市吼，出世的即红孩吼，甲420个吼，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吼。啊，我阁甲大家报告吼，今年吼，即九月份吼，要去读一年啊，只诶囡仔吼，要阮寄通知单要782个哦啊。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过五年吼，因为这今年要读一年啊，这诶囡仔吼，拢是六年前出世的红孩吼。超过五年吼，因为到旧年为止吼，过五年减一半，所以过五年，咱的南投市这红孩啊诶出世的这个人口数会剩200，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数字。所以吼，我嘛透过着这个生囡仔这个补贴吼。补助这是第一步，啊，过来吼，这红孩仔开始大汉了，咱伫要读迄幼稚园的时阵吼，要安怎甲斗三工，这嘛是阮公所吼，即摆吼在认真来甲大家想办法的所在，啊，过来吼，我嘛是希望咱所有南投市的遮的学生囡仔，不管是读国校啊、国中啊、高中的吼，拢会使伫南投市学着。比别人扣较侪嘅物件，我相信这是阮公所吼，会使替大家做扣较侪嘅所在。所以吼，我嘛常常在甲大家报告吼，未来我希望咱南投市吼作为一个即适合大嘅城市嘅时阵吼，唔啦，即生活环境好吼，大嘅品质好，啊，你运动佚佗嘅所在有，啊，佫较重要吼，就是即咱大家吼非常重视嘅即教育环境，即部分吼，嘛爱。拜托大家继续甲阮关心，啊，好，咱大家吼，来创造更加好的这南投市，好，啊，所以一半间嘛是爱讲台语吼，无安尼讲国语，一直讲国语，有当时啊，这阿公阿嬷会听无吼，啊，不过有当时啊，台语讲一下吼，说，唔知变咯，讲国语吼，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第二个主题吼，要第二个单，唔是第二个单元，第二个部分吼，要甲大家讲。哦，咱这高速公路交流道来吼，高速公路交流道下来衔接我们的工业区的福冈路吼，这个是我们的市区道路。我们这个市公所哈，这个筹措了将近600万元哈，来做这个马路的这个刨铺之后的这个铺设柏油哈。哎，这条路哈，主在1804年完工到今麦哈，哎，等于是2015年。在开始了咯，应该过几年，要过8年啊吼，咱唔捌阁登做过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吼。啊，当然，即住伫附近的民众也是讲，经过这条路，即好朋友吼，定定即都知影吼，有真侪即大卡车会经过经过这条路吼。啊，大卡车吼对着，因为伊就较重嘛，对着即，这条路的影响吼嘛非常的重，所以吼。阮即届吼，就争取公所编600万的经费吼来登做，啊，所以这个应当是今日，我记得今天应该是完工吼，所以这个我们附近的朋友，我们也特地找了我们当地的漳河里的里长跟我们平山里的里长吼，到现场去看这个刨铺设的这个情况吼，我们一直以来吼，希望这个给。大家有一个安全的这个用路环境哈，那当然有时候这个，因为现在南投市哈，我也认为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建设哈，尤其这个建商哈盖房子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这个盖房子哈就必须会有这个管挖的工程哈，所以有时候会这个马路会挖挖补补哈，所以我们也刚好这两旁的这个大楼盖建设哈这个。管挖的部分
管线的部分、哦、都已经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就赶快来争取经费，应该说编经费啦，不是争取经费，因为这个全部都是由公所的自有的这个经费来铺设、哦、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注意看看我们这条路啊。当然另外一个，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的脸书最新的这个资讯，我们从过去我当议员开始，其实跟这条路也一样有关系，这个大家知道走福冈路走到这个南冈路就形成一个 T 字路，所以从应该从怎么说110年到111年，这两年度我都积极要求我们县政府去争取中央经费，把这个福冈路连接到这个工业路把它接通。那当然这个部分将近要5亿的经费没办法由我们县政府来自筹，所以这个我们持续拜托中央来核定。那当然这一次呢也是这个我们县政府呢也已经送案提案到内政部审查中，希望这一次这个中央可以尽速促成这个本案可以这个核定，我想让我们南投市这个南来北往的好朋友有一个更好更便捷的道路。我想这个针对南投市交通的部分，大家虽然非常期待不管这个捷运啊或者是这个轻轨，但是在还没有之前，可能针对这个马路的部分，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完善的这个交通网络。好，那接下来呢，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另外一项呢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要感谢我们许淑华县长在这两个礼拜积极来协助我们南投市的这些基础工程，将近补助了好几千万了，这个大家可以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脸书，上礼拜跟这礼拜呢我们都针对南投市各个重要的这个路段，大家如果看到刚刚这个画面可以看到现场，其实这个马路这个也不能讲叫年久失修了，一直没有重铺，所以它这个马路需要来做刨除重铺的这个部分，不管是刚刚的那个张合里或者现在大家会在画面上看到这个新兴里的马路，都需要我们县政府在经费上大力的协助。那像刚才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广挖的过程当中，然后重铺会造成这个部分路段的这个积水，所以马路重铺不只是让我们的这个行车骑摩托车就开车更安全之外，有时候也是这个排水系统的一个改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说市民朋友大家一起共同来关心。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我来看一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今天好像上线的人比较少，是分享的比较少吗？也不会啊。好，这个哪里？我刚刚看到，有好多朋友，哇，这个又被隐藏掉了。我刚才讲太多了。好，然后我们的这个陈素贞，他跟我建议要加油。这刚才是谁问的？他说生到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呢？这个当然每一胎都是40000块了哈。这个。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升到第三台第四台要再加更多，这当然我们这个未来就这个财政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希望给更多市民好朋友更多福利啊。刚才那个市民代表会的这个定期会我还漏讲了一项，除了照顾小朋友之外，我们还会照顾这个长辈，所以针对这个长辈的部分，我们也每年我们原本针对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我们每年发放这个800块的这个重阳礼金，那今年呢我们会提升到1500块。好，这个真的是要感谢我们代表会的支持还有大家的努力，这个部分当然也是我们历届所有市长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成果。当然到就像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在我一上任之后我会特别针对这个生育津贴还有这个重阳礼金来加嘛，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报告这个数字，所以南投市现在就是老年人口偏高，然后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偏低，所以除了鼓励我们年轻朋友这个努力生育之外，也要照顾我们的长辈，所以生育津贴只是其中一项，
要来跟大家报告齁，我们事工所非常重视所有长辈的这个生活，也重视长辈住在南投市的各个情况齁，所以当然针对弱势的部分齁，我也会特别的关注，不管他们来公所申请各项的补助啊，我会特别注意，然后如果有需要再更多额外帮忙的，我也会请我们的同事齁或者相关的承办来协助他们齁，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三都有这个市民时间齁，我想应该所有好朋友应该都知道齁，每个礼拜三下午三点半到五点齁，所以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情况齁，就是市民朋友的生活情况也会透过这个部分齁来跟大家报告。诶，这个他说信义街这里的路也挖烂了，信义街应该现在应该说整个南投市齁主要有在挖路的都是针对这个下水道接管的工程齁，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下水道接管工程我们在这个完成之后，他会先做简单的这个封城齁，然后针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六米以下的道路齁，他会整条马路全部就是等之后全部做好之后，他会全部重铺齁，铺新的，然后如果六米以上的道路齁，假如说他挖了左边，他就会先把左边一半齁重新这个刨除然后重铺齁，所以这个过渡期齁也要大家要所有市民朋友大家拜托一下齁，因为这个非常重要齁，尤其针对这个污水的这个处理齁，因为我们排水沟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污水处理的话齁，这个时常有恶臭啊，或者是民众常常会这个针对排水沟的积水啊，或者是各项的清洁齁，都会一直找我们公所来协助齁。然后还有我们的叶凤英，感谢邱松义，他还讲到齁，这个年轻人不敢结婚和有小孩齁，真的大家一起加油。还有我们的施早坚，我们的前辈简伟哲齁，他说想问一下南投什么时候有宠物公园齁，我跟他报告齁，针对这个宠物公园的部分齁，什么时候他如果关心我们脸书应该有注意到，应该我记得应该差不多两个月前齁，我跟我们许刷县长齁也到了目前齁在我们清洁队旁边的这个收容所齁，这个宠物收容所应该说动物收容所，不能说宠物收容所，宠物是养在家里齁，这个收容所的部分齁我们有去实地会勘过齁，我们不管针对这个收容的空间这个增加以外齁，也针对这个宠物公园的部分齁有做这个现场实地的会勘，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接下来的时程齁可以这个尽速齁，让我们所有有养宠物的好朋友都可以有这个宠物公园可以去遛宠物，假日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心爱的这个毛小孩尽情在宠物公园上奔跑齁。好，还有我们的陈素贞、钟碧凤，好，迟早间政见实现，对，大家一起加油齁。还有我们曾义宏，我们的代表，感谢。还有严丽云，对，谢谢重阳节加码齁。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齁这个南投的长辈齁真的比较多，所以需要大家这个一起共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辈，刚才讲到一半齁，除了这个重阳礼金的加码之外齁，我也这个从我当议员期间就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齁，像我们明天呢就是这个叫什么社区运动会齁，就是以社区为单位或以里为单位齁，这个来我们的南投高中大家来七头，然后趣味竞赛齁，大家出来动动筋骨齁，那另外也针对这个叫什么社区活动社区的据点齁，就是有很多长辈齁早上可以一起来到社区这个运动啊，做活动齁，动手动脚动头脑齁，所以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原本除了原本的课程之外，我们也安排了更多更棒长辈喜欢的这个课程齁，让长辈齁这个习惯来社区参加活动齁，然后习惯到社区里面齁，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齁，这个我们人齁是群聚的动物齁，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团体啊，当然大家一起中午一起用餐齁，我想这个加起来齁会感觉扣较趣味齁，扣较好食齁，啊重重要是扣较健康齁，因为我知道真侪这四大人齁，可能囡仔出来囡仔孙啊齁，在时啊拢去上班，中昼齁一个也是讲两个老的伫厝里，伊就青菜煮青菜食齁，有当时啊在时啊食剩的这个糜齁，啊配这个酱粿啊豆子齁，
诶，唔是讲无好啦，唔过吼，这长期食起吼，会影响影响咱的健康哦。所以每年吼，我嘛在思考吼，要吼安怎咱所有社区这有在举办着据点哦，住家吼，咱家许多人吼，搁加嘛吼。当然无他讲吼，特登拢加一个鸡腿啦吼，唔过上无吼，咱特登要安怎搁加，吼大家吼，食了营养，食了搁较欢喜吼，这嘛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嘛是我非常重视的工课吼。好，过来这个我们的蔡玉明里长也上线观看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严立明哦，一个今麦南岛去的厝吼，真正真贵买不起吼，这嘛是跟我想法同款哦。我想要伫南岛买厝啊，有影嘛是感受到真贵啊。当然，嘛感谢咱过去的林馆长吼，甲今麦柯馆长吼，针对着这厝买不起的部分哦，嘛伫咱南岛市开始特别起好的这青年住宅啊，我知影嘛伫德山草屯吼，保利。过来吼，马上会去这青年住宅，吼，咱的少年朋友吼，使厝买起，好，好咱南投市吼，愈侪人吼，诶，愿意住伫南投吼，好，好，感谢我们的徐玉满，谢谢大家，然后还有谁？这个对，明天我们这个在南投高中举办社区运动会，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也欢迎大家哈来到现场哈，跟我们的阿公阿嬷哈一起同欢。好，这个。上任将近五个月齁，所以我一直秉持着我希望让所有市民朋友齁，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得到我们齁，随时来反映。因为我始终相信齁，这个问题的反映齁，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协助大家。那所以这个我也不管是我们年轻朋友可以透过网络透过脸书齁找到我们之外，当然也可以打电话到市公所，然后我们也这个开设了这个市民时间齁。好，所以就是希望齁，所有市民朋友有问题齁，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公所来替你来协助。另外齁，这个还有两项齁，我们也即将落实的这个政策齁。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今年开始齁，每年会在南投市加装120个地方的监视器，每个地方齁大概会有两个镜头。那这个主机呢会连线到我们公所，所以我们也会随时监控有需要维修坏掉的部分齁。当然我这个装监视器齁，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治安齁，提高这个治安的安全。好，咱所有南投市的市民朋友齁，免惊讲齁，免惊去用偷摕，还是去用抢劫，还是去用拍齁。监视器齁，装较侪，装伫有需要所在齁，会降低这个犯罪的这个比例齁。另外齁，针对着这交通安全，有时候常常我们在市民朋友在南投市齁发生擦撞或者车祸，常常因为找不到监视器齁，没办法厘清责任，所以今麦咱也把这监视器齁增有够了齁，这个交通的安全的部分齁，也是讲交通的问题嘛，在解决。最后一点齁，这嘛非常的重要齁，嘛是当然这是真少部分啦齁，伫路里齁，也是讲这大水沟。头结粪扫吼，这非常的唔通哦。对着咱环境的污染吼，环境的经济是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啊。当然要靠靠有迄有人吼，这载贵车的这粪扫吼，都要结落这坑坎哦。所以嘛，造成咱真侪里长吼，真侪里民的这个困扰了吼。所以装监视器吼，这非常的重要啊。咱这吼，每年拢会装，唔是加装今年尔啊。今年120个所在吼，咱嘛都要开始。招标啦齁，招标了发包的愈紧齁，把这监视器给装起来。另外齁，又给大家报告齁，这是有人在问这个儿童公园，对，就是我跟大家报告，对，刚才长辈的部分齁，我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对，张志荣说监视器的确很重要，对，所以我们会持续来装，不是只有装今年齁。好，这个廖先凯齁，他说这个南投市会再活化公园吗？先讲亲子公园啦，我们积极在找地方齁，配合县政府的政策齁，我们也会这个亲子公园的部分齁，在南投市一定会实现。另外呢，针对这个既有的公园小公园的部分齁，我们会针对这个长辈的运动器材，针对小朋友的这个游戏器材，我们都会今年度跟明年度齁，我们都会来加强，就是希望齁，公园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齁，公园非常的重要齁，所以我嘛希望讲，咱的四大人，也是讲咱的少年朋友，也是讲，咱的这个囡仔齁，去到公园拢会使去
算吼，也是讲去做伊想要做的运动。啊，当然，阁有这咱少年朋友上关心的这篮球场吼。我也跟大家报告吼，我们这个风雨球场，我们透过前任的市长吼，跟我们积极的努力，即将吼在我们的正新里高速公路桥下吼，这个增设两个吼，这个。那个什么风雨球场，所以这个以后打篮球呢就不用怕下雨了。当然未来我们还希望南投市有更多的风雨球场，如果有关心有在打篮球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个我的母校南投国中他们篮球场也有加盖，也即将完工。那我有请校长，到时候他们会拟定出一个管理办法，让更多市民朋友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球场来打球。好，另外一个呢还有跟大家讲，对，张之荣说大部分都要跟店家资源监视器来看，的确很多地方都还不够齁。好，我们的刘琪琪他说这个大楼比较安全又实际。好，那最后还要再讲一下齁，这个我之前有跟大家宣导过齁，我们目前呢有一点就是在南投市公所大门每天早上礼拜到礼拜五七点半到八点都有这个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来协助大家丢垃圾，都是很多这些大人，还是说我们少年朋友要上班，还是说看八点档看到不记得，还是煮菜煮一个不记得不付到本事，有时候还等明天，是说等两三天啊，这个时候就可以请你们家的这其他的人可以骑到外来在这公所大门口这边啊。当然齁，南投市嘛非常的快，刚一个点也无够，所以咱嘛这两个月齁，已经研究几个月，因为这牵涉到齁这人员清洁队员的这个上班时间的安排，还有咱粪扫车的分配齁，所以过来齁嘛在南投市的设增加几个点齁，这定点收垃圾齁，拢差不多大约会在每一个点齁停半点钟齁，大家会使这个未辅导啊，是讲倒无对的吼，拢会使提来定点遐收粪扫吼，啊嘛袂造成这个环境污染。真侪人在听到讲定点收垃圾，伊讲敢放一个纸母车，还是讲大型的粪扫桶伫遐？唔是吼，阮是粪扫车甲资源回收车会使放，会直接放伫遐啦吼。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吼，每一礼拜吼，拢真认真想看阮的直播节目。有当时吼，我人也无伫现场，我嘛会甲。透过这影片吼，大家注意讲吼，咱南投市这一礼拜内底吼发生什么重要大个代志吼。啊，当然有任何个需求吼，拢欢迎大家吼，像这头拄讲个与市长有咱面顶下个留言吼，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啊嘛会使直接传讯息给我吼。啊，所以总共一句吼，咱希望吼使解决帮助所有咱市民好朋友的任何问题。啊，再就是祝大家齁，这个假期快乐，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这个出游旅游齁，要注意安全，小心平安，拜拜。